韩国女星蒋依依童星出身，外形甜美靓丽，曾被封为童星第一美女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不过近日却被爆出逃漏税，蒋依依二月遭到网友检举逃税，七月确认确实逃税。她从2016年到2021年间，个人收入高达1613万元人民币，这些费用进到蒋依依工作室后，却又被分批转入蒋依依母亲个人账户，工作室并未确实依法缴纳所得税，因此税务局要求她的工作室补缴个人所得税和滞纳金，共238万人民币。目前工作室已全数补缴完毕。消息曝光后引起热烈讨论，还有网友留言表示，5年赚1600万，这还是不入流的明星，想想那些超级明星的收入会是多少，感叹演艺圈赚的比普通人多很多啊。